108客纲的时代正式来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108客纲揭开了一个全阅读的时代，读文不再是背多分了。你还以为背注释、看翻译就等于读国文吗？你还以为大量刷题、阅读测验就一定会进步吗？晨读国文现一向是医科生的摇篮，秉持着用学理科的方式学好国文的教学理念，教大家怎么用文法观念、文章结构破解从未看过的阅读测验，让你真正学会快速地掌握文章主旨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对思想与表达方式也有系统性的整理，让你透过关键字与逻辑推理能够读懂文章的言外之意。快点选下方的 LINE 申请线上免费试听，快来跟晨读国文一起用学理科的方式学好